好，开始了呢。加仓加错，进入直播间。好，先试一下声音啊，声音如果没问题，帮我打一。好，谢谢。稍等一下啊，我一会儿可能要讲一下那个融资融券那个春节前后融资融券那问题啊，所以说我先把我的微博等一下，因为我刚才把那个图片发到微博上了，省事儿。要不然这个弄直播的话还要切换，比较麻烦。好，稍等一下啊，稍等两三分钟，我们准时在15:30开始。有嘟嘟的声音吗？嘟嘟嘟，那是青霞的宝剑的嘟嘟声。真有嘟嘟声啊！青霞说：“嗯，听见宝剑在嘟，我在嘟，那是你的嘟，那是你在嘟，宝剑并没有，没有嘟嘟声是吧？谁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呵呵呵，开玩笑啊！稍等一下，还有2分钟，咱们开始。”真有嘟嘟声啊，好吧。那个小狼呢？能听见吗？过来帮我看一下，有嘟嘟声，不是紫青宝剑的嘟嘟声，是真的有嘟嘟声。哪里在嘟？开始看。哎，有人说没了，没了。啪啪的声，那是把这个东西放在桌上的啪啪声，不是嘟嘟。OK，现在没有了吧？OK，好，谢谢啊。1个小时过来提醒我啊，催一下我，要不然又拖堂了。哎，好，那我们开始了啊。好了，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又开始做这个直播啊。现在直播基本上大概的模式是周一下午呢，基本都是我。但是呢，股票这东西啊，盘后讲的太多，而且现在因为又是基金经理，有时候有些说话不太方便啊，所以说，一般的情况是我周一下午的情况是我播2期，让若超老师播1期啊，大概就是非常2+1这种模式啊。周二、周四是周老师，
然后周五是老邓，对吧？大概就是这种模式啊。所以说周一下午呢，这个时间段大概情况都是我啊，但是非常二加一的模式。然后我播两期呢，然后若超老师播一期，然后毕竟每个人的思路和想法还是有些区别的，对不对？你不能保证我们天狼每个人的想法全都是一样的，操作节奏都是一样的，这是不太可能的啊。而且也没有这方面规定，只是说这个操作的节奏和个人的投资理念和交易方式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包括其实大家如果要是再早的话，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说2009年之前听过我们2009年或者08年之前听过我们讲课的，当时的我们讲课。是从早晨9:15一直讲到三点多，那是讲股票啊，期指当然也有，然后那是期指09年还是模拟，所以说股票呢，我们也都是实盘讲过来的，那时候还抓涨停板，对吧？好了，今天咱们主要呢还是讲讲股票的东西啊，但是讲股票的东西，希望大家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有很多限制啊，所以说大家发现没有，上期我其实是没有准备的。为什么呢？你准备的话，就说明你的股票是特意挑的，这种不太好啊。所以说上周呢，直接是根据那个筹码滚风，然后咱们找了一些筹码低位密集的一些特征，只选了像东方通信和航天通信这样的这种案例，然后其他呢是用涨跌停板然找的那种，不能特意去找案例，特意去找案例好像我在给大家推荐股票一样。今天呢，咱们还是延续上一期大概的一个思路啊，给大家讲一讲，有些股票呢其实是容易亏钱的，但是呢，你当时会看的觉得这些股票会容易很赚钱，但是有时候都是一些陷阱，咱们还是分着找。但是呢，这两期节目我个人觉得啊，还是知识点是比较散乱的，为什么呢？因为股票啊，如果要是你讲一个好的盈利模式，其实特别容易，比如说。我可以花几期时间讲博弈 K 线、筹码怎么去筛选好股票，用火点地图怎么筛选好股票都可以，而且你会发现这条理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您要做这种做加法的特别容易，做减法的就特别难。为什么做减法？可能是这一块有点问题，这块有点问题，那就不太一定了。所以说思路会稍微混乱一点，但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然后尽量大家如果能有收获就行啊。今天咱们还是先看一看大盘的情况。先看看大盘啊，大盘到这个位置，我个人觉得肯定是在打脸啊，反正我是打脸，我是空仓的。这能说吗？这好像不能说是吧？就这么一说吧，反正我是没做，这个位置肯定是不可能再做了，对吧？原因其实很简单啊，原因很简单的原因并不是认为这个位置说马上就见顶。但是这个位置不值得追，就是说你做股票操作的时候，一定是有这个想法的，就是投资理财也好，炒股也好，做股指期货也好，不管是做日内还是做盘后，你都会有些位置是不值得追的。我看到微博评论，很多人真的很焦躁啊，很急躁，不管是多头还是空头，都会显得非常焦躁急躁。原因其实很简单啊，这个其实心理学上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稳定的盈利模式，这个时候你会很急躁，或者你是急于扳本的，急于想回本，就会很急躁。咱们其实现在没有必要，咱们现在首先来说没有回本这概念，因为没亏钱。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能确定的是有些机会是一定能抓到的，等那样机会就可以了。今年的行情，我个人觉得今年我能抓住一个20%的反弹。就可以了，今天任务就能完成了。今天如果能抓住一个20%的反弹，剩下的时间又可以躺赢了，所以不着急。但是那个反弹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不好说，这个是不好说。因为像这种反弹，其实我也做了，但是做的并不好。这次反弹做的并不好，其实原因是有很多的。再一个主要原因啊，咱们客观评价啊，客观评价其实主要原因其实我是在这位置是打猎了。我在这边加了大概10%几，将近20%仓位是加了，但是为什么会发现净值没有明显波动呢？原因其实也是客观的，也是很搞笑的一个地方，没有办法，正好赶到这个位置。你看反弹时间是1月4号，对不对？原因就是在
之前的私募基金是属于内部内部发售，所以说资金规模是固定的。但是因为上个月12月开始卖对外这个募集资金，导致呢这个一月份开始正好进入1月份开始资金规模变动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一种情况，正好变动的时候开始反弹了。原来的反弹的仓位呢就被稀释了，就是这种情况。打个很简单比方吧，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基金操作的一些情况，但是打个比方，就是以前比如说你有100万资金，100万夸张了，100万大家不太好理解。打个比方，这一个基金不可能只有100万是吧？打个比方就是很好理解，比如说你有1万块钱，原来在这个位置买入股票，买了20%的仓位。准备搏这个反弹，对不对？准备做这个反弹，但是呢，到这天的时候，到这天，比如到这天的时候，你的资金变成了原来是1万是吧？变成了100万，那么你原来20%的仓位就只有，比如说这个位置你赚了1%，赚了10%，1万块钱，比如说1万块钱赚了10%，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是有了100万了，那么基本来说，你这个净值。是没有什么，100万来说，对于那1万赚的10%，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大概就这么原理啊。所以说，这块儿基本上走，这块儿基本上走的差不多。我后来想一想，好像没有损失太大啊，没有损失太大，因为你看有创业板 ETF，创业板 ETF 周三上午其实跟今天的位置没什么区别嘛，对不对？创业板 ETF。虽然是有些股票有一些波动，但是波动不是很大，这实话实说。所以说这次反弹主要力量来自于上证50，来自于上证50，这是我真的是比较诧异的地方啊，我确实也比较意外。上证50这次反弹的幅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原因呢可能有很多方面啊，但是我知道上证50可能咱们之前预计过上证50跌个10%，对不对？但跌了6%左右，但这个不是很。这个其实并不太重要，但是咱们通过分析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和贵州茅台当时的无穷成本线，我们说过，大概在这个位置左右呢，上证50可能会有一定支撑，对吧？咱们说过中国平安，然后看一下成本均线的这个成本均线。对吧？当时咱们说是在这儿啊，应该是有一定支撑的。中国平安是有一定支撑，MAC3、招商银行，对吧？对吧？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无穷成本均线，MAC3 的无穷成本均线，MAC3 对应这种大盘股是比较好用的，也在这个位置是有一定支撑的，对吧？所以说上证50认为可能会有一定支撑，短时间下跌的幅度可能不会太大。但是仅仅只是判断说，比如说贵州茅台，贵州茅台就比较夸张了，因为那个之前的原因啊，之前的原因，但整体来说，认为这上证50比较代表性的这些股票啊，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有一定支撑，那么接下来可能会调整一段时间，就是震荡整理一段时间。但是没想到呢，下跌一段时间，马上就弹回来了，而且弹回的速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这次是没有做上证50 ETF，因为它这趋势已经不是像以前了，对吧？你看这段时间做的多舒服啊，对吧？对应的上证指数，每次反弹做这个上证50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事情，但这次是没有做的，所以说这次，没有做上证50。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遗憾的，原因其实这次有很多很多原因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的，就比如说外资的这种抢购这种创业，抢购上证50，我觉得啊，他们的这种行为，个人觉得并不是一个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但是通过咱们来说是不能效仿他们的，明白吧？因为每个机构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何况是。公募、私募、外资Q 费等等很多想法，周期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位置，咱们没必要跟他们一起去做比较。原因其实像这种情况，完全是外资引发的一种
羊群效应，哎，这种反弹的性质，对吧？目前走到这位，因为你想嘛，这次如果要是即使是这段时间继续打猎的话，咱们重点的一些股票池中，大部分都是中小盘个股。其实我看了一下，我那30多只个股中收获应该也不会太大，可能少赚一点点，但是并不是影响大局的一种情况。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再加仓的，那就完全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了，对吧？所以说接下来只能等啊，继续等吧。咱们没有必要说跟这个市场较劲啊。这个市场其实通过现在的情况，大家看一下最简单的情况啊，这是我之前画的，对吧？大概就是一个还是一个下降通道，这个下降通道这块是有点凸出来的，对吧？有点凸出来的，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把这块往上移一下啊，这种好像不太好，但其实大概是这样，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样。那基本来说还是一个下降通道的一个过程。下降通道呢，其实如果能站稳，我们是有足够的右侧交易时间了，对吧？那么其实通过现在的筹码来看呢，现在的右侧机会还没有充分，对吧？我们看到的中证500筹码其实是相对好一些，中证500如果在这位置再震荡一段时间，应该会开变红了，啊，对吧？开始有可能变红。那在这个位上，如果再下探一次，基本来说，应该是一个左侧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如果在这位密集再往上，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右侧机会，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位置上呢，应该是上不上下不下的一个位置。这时候的策略其实就是等，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策略，而且呢，其实对于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呢，其实千方百计的都是想把每一次的反弹都做得很完美，都抓住。结果呢，就是变成了每一次都被套，每一次都站岗。那其实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点，大家就知道，熊市跟牛市的 K 线形态是完全相反的。大家注意看啊，人说，我先说结论吧，先说结论啊，注意这点是比较关键的。先说结论啊，熊市的时候的反弹，只有那么一两根阳线就解决了，但是顶部呢却是一个区域，就是说熊市的反弹其实完全是要靠左侧去赌的，咱们就赌带引号的，是要靠在左侧不断的加仓的，然后右侧的反弹呢是其实靠右侧的那种反弹，这种反弹的顶部其实完全就是个区域，这个怎么理解啊？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精炼的话，但是如果我给大家标注出来，大家就看出来了。啊，你不是现在这样，几乎所有的反弹都是这个模式。你会发现，如果我在这个位置就开始加仓，在这位加，在这位加，在这位加，我不知道底部在什么位置，但有可能是在某一天会出现。这就是这一段时间打猎的一个策略，对不对？这次也打猎了，但是打猎因为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了，因为这次像12月募集资金是规模是稍微大一点，以后呢，虽然说每个月都会有基金申购资金进来，因为是开放日是每个月月末，但不会说有这么大的像上个月那种大规模的进场啊，不会说对我的操作有一定影响，但这次确实是有点影响，节奏打乱了。那么你说可以在这儿不断的加仓加仓，但是反弹其实只是这一块儿，反弹只是这一块儿，然后你看这会儿，你可能在这儿加，可能在这儿加，你可能在这儿加，但是反弹的只是在这一块儿。然后呢，你看，其实反弹结束呢，其实是个区域。你看这次也是，反弹只是那么两三天就完成了。其实那两三天中呢，也只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就把整个的反弹全部收，反弹的空间全部打掉了。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在熊市强反弹总是会踏空，原因就是说熊市的反弹其实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就像大家常说的一样，就是说熊市多大阳线，熊市多大阳线。然后你看这种反弹，熊市的时候其实逃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会给你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反弹会逃顶。
熊市是抄底，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不断的在这种位置补仓，不断这位置补仓才能补到那个点。那个点呢，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同时出现的。你可能会早一天、早两天，大家知道过，我这几次反弹都是早的，都是提前的，对不对？都是提前的，尤其是这一次，其实在这儿都已经开始进场了，但是因为主要仓位在上证50 ETF，所以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损失，对不对？还赚钱了。那也就是说，其实熊市时都是这样。熊市的时候多大阳线，熊市反弹只需要那一两根阳线就把空间全部打完。但是熊市的顶部需要很长时间，熊市反弹的顶部需要，为什么呢？大家就会发现，正常情况就是这样。大家会觉得你在熊市的时候看空的人竟然经常会很难受，很焦躁。有人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熊市的时候，很多人是大部分，比如说看空的人，大部分空仓，大部分空仓呢，你会觉得，经常是这种大阳线，对，让多头比较亢奋，然后大多数都是不跌的，大多数都是不跌的，然后下跌呢，只有那么一两个跳空就结束了，也就是说，熊市的下跌和反弹都是靠那么一两天结束的，大跌就那么几天，然后反弹呢，就这么一两天。剩下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酝酿底部和酝酿顶部，但是整个趋势都下跌的，是不是这样？但是牛市呢？大家看一下牛市，牛市你可以把这个方向就反过来了，牛市就可以把方向反过来了。我这是没有下载的啊，我重新下载的应该就已经把这条线去掉了。比如说牛市的时候，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大阳线，大阴线。牛市的时候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大阴线。哎，牛市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反而相反的，跟刚才那种情况，你看大阴线、大阴线，然后大阴线，然后反弹呢却是这样。那牛市的特征是什么呢？牛市的特征其实是顶部反而只是靠一两根儿完成的过程呢，凡是上涨的趋势是靠不断趋势累加的，就这样的，然后不断的累加起来，是这样一个节奏。熊市呢相反，熊市是下跌，然后反弹，很快就反弹了，然后继续下跌，这跟浪形是不是一样呢？就是这样一个规律。所以说，在牛市的时候多大阴线，牛市的时候反而大阴线是比较多的。牛市多大阴线，就在顶部相对反弹的顶部的一个大阴线，快速。如果你抛顶，大家会经常会有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牛市的时候，如果你不逃，有时候这个反弹这个趋势结束，你不逃顶，快速的让你打回去，但是马上就又起来。熊市是完全是相反的，熊市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说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牛市的时候，你要忍耐调整，对不对？你忍耐住调整，一直捂着股票。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道理，捂住股票就可以，但是很多人捂不住呢？因为就是有些经常吓人的这种情况，吓人突然暴跌了，比如说，突然就给你打回去，突然这种下跌会让你把你的一些仓位就洗掉，在牛市上涨过程中，经常是有这种大阴线的，你看这个。对于这个涨幅来说，你看啊，这个跌幅来说都是4%的跌幅，这也是直接就3-4%、5%左右的跌幅。牛市的时候就这样，牛市的时候靠这种大阴线洗盘，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是捂不住他自己的股票的，对不对？牛市的时候是靠这种洗盘，所以说捂不住股票，但整体趋势向上的，是这样。是这样一个格局，下跌调整，下跌调整，继续往上走。但是反过来呢，熊市的时候是靠这种大阳线来找人接盘，明白意思吗？熊市是靠这种大阳线来吸引接盘，牛市是完全是相反。你看这种大熊市，这种大阳线，这种大阳线看到了吗？看这种大阳线了吗？看这种大阳线了吗？要怎么说？
千一根阳线，千军万马来相见是吧？就是这样，在熊市的时候，这一两根阳线起到很大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快死的人，然后他给你心电图电一下，噔起来，然后又一波人抄底进来，啊，噔的一下又起来，又一波抄底，噔一下又一波抄底进来，就熊市和牛市的规律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咱们再看这种时候，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这种情况特别明显，五三零，对不对？五三零，连续4个跌停板，洗出多少筹码，对不对？当然，当时这种单阴线也有，这种单阴线也有，这种单阴线，这种单阴线，这种单阴线，不知道哪根阴线就是反弹的结束，不知道哪根阴线就是反弹结束。所以说，大家都在猜，都在跑，一有恐吓就跑，一有恐吓就跑，一有恐吓就跑。所以说，很多人是捂不住股票的。牛市是捂不住，但是相反，熊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情况，大家都知道趋势向上，但为什么不断的有人抄底呢？就因为有这些大阳线的作用，只要有一些大阳线，就有一些抄底资金进来，哎，又看好牛市了，又看好未来的趋势了，这一次反弹跟之前不一样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一次和之前不一样，但是每次都一样，因为当你认市场绝大多数人认为不一样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不一样。那么它就跟之前就是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市场的为什么说熊市、牛市的时候有这种规律？因为市场啊下跌的时候，在熊市下跌的时候，速度其实非常非常快，大家就选择性就不会忘，选择性就给忘掉了。但是大家总会记得，在熊市过程中有那么一两根大阳线特别提士气，所以说会让一些资金进场，大概就这么情况。所以说这次也没有什么区别。这次其实反弹，你想吗？其实这根我是拿到了啊，只是因为净值被稀释的原因，资金被稀释原因，其实并没有拿到多少。这根阳线上午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出的差不多了，啊，之后呢还有一两只股票慢慢就出掉了，对不对？但是对净值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资金仓位的情况呢已经被稀释了。那么你又不能在这个位置再追涨，对吧？作为一个理智的猎手或者理智的基金经理来说，这个位置如我可以在这儿加仓，啊，对吧？我也确实这么做的。我可以在这儿加仓，不断的买股票。但是让我在这个位置买股票，那是万万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的。因为熊市的时候，有人说你总是熊市思维，其实现在就是熊市，所以就要熊市思维。牛市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们有多狠，对不对？牛市的时候，你一样会喷我们。牛市的时候，你会喷我们，会遇到一些大阴线啊，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你也可能会喷我们拿着一些股票，啊，一直捂着不放，但是你拿着你的股票可能涨停了，我们的股票不涨停，但是天天往上爬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这个思维方式呢，就相当于一个换挡一样，对不对？总体来说呢，总结一下吧，对于大盘的一些观点啊，有人说被喷怕了，其实最近发现市场。微博上，我发现开始喷子又多了起来。其实这跟市场的氛围是有很大关系的，对吧？当然我，周末的时候竟然看到有个人在艾特我喷陈老师，我说这是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艾特我说什么呢？艾特我说，让我再出去去那个其他基金公司混吧，在这儿没有前途。我想。一个你一个小小屁孩，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陈老师经历了多少大牛市、大熊市，对不对？他的思维方式，他的一些智慧，我其实在这个微博上，其实只是真的是一点点。如果大家现在有小酒桌的用户应该知道吧？小酒桌用户至少来说能体会到比微博要多很多吧？能一些敢说的话就可以说了。微博大家真的不要信。我其实是怎么想呢？我微博的话，大家都不要太相信啊！真的，微博我一直觉得是个比较娱乐的地方，而且呢，微博只是一个人的一个片面的东西。我们也不能说李大霄老师他真的就是那么一个人啊。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微博去了解一个人。当然，有人视微博如生命，有人想靠微博出名，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啊，我现在也可以说是大叔了，对吧？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然后尤其一些小屁孩儿，真的刚，咱们并不是这小屁孩是并不是贬义啊，我就开玩笑的。那你说比我小10岁，那是不是我可以说你小屁孩啊，对不对？
就说刚进股市，或者说看了一点东西，看了几本书，就开始喷别人。我从来不敢喷别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哪怕是李大霄，哪怕是谁谁谁，哪怕当反向指标的，我们他可能也有一些优势，只是说微博上我们并不认识这个人，微博上我们并不了解他这个人全部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的，根据我们，因为这圈子其实很小。其实有些说的非常冠冕堂皇的，很多人现在只能靠一些微博收费，靠一些出来站台的一些收费来维持生活。他这两年有些人已经亏得特别特别惨了，真的，微博上有很多很多大 V，大家还一直跪舔的，其实已经亏得特别惨了。但咱们不能说谁是吧？这个，所以说很多人都是吃瓜群众，这完全不知道这个行业中谁。值得谁不值得？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大家可能很少接触公募基金经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要是随便请来一个公募基金经理，我让他在这跟你说一堂，或者让你跟这个公募基金说，吃个饭，你会觉得这个人厉害的五体投地，佩服的一塌糊涂，对吧？因为你通过他的聊天，你会觉得他对。从国内到国外，从宏观到微观，所有的东西都懂，甚至包括一些国家层面的，包括地方层面的，包括行业，所有的东西都懂。但是他们去年基金做的也一塌糊涂。我认识一个的谁谁谁，对不对？也是，去年亏了25%，对吧？但是还是首席呢。咱们并不是说他能力不行，但是我们依然是朋友。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能力在里面的。但是说跟说，做跟做。就说大家看微博啊，一定要怎么？咱们又不能明说，对不对？我又不是那种爱怼人的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对不对？但是真的很多人，我就觉得很多人真的完全不明白微博是什么，完全不明白这个人是什么，完全不明白很多，很多内幕，真的是很多内幕。打个比方啊，微博你就当个玩儿就行了。有人觉得去微博能学到什么知识，其实。我觉得谁会把真的东西发到微博上？至少我不会，对吧？我不可能把我关注的股票在微博上说吧，不可能把我认为特别看好的行业，然后重点在微博上说吧。那我基金的持有人呢？那我的基金投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地方呢？好了，好了啊，咱们不说些没用的了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多阴谋论啊。有人说叫粉丝接盘，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像有些大 V 说了一些股票之后，他的粉丝能有多大的承接量，能不能接盘，这我不敢说啊。但是我觉得阴谋论啊，可以不要那么多阴谋论。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多阴谋，但是有人我不知道啊。好了，不说了，好了啊，不说这些，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我是。说实话，大家关注那些大 V，我基本都关注。我并不是说，有人说这个是骗子，我就不关注，因为各取所需嘛。你认为他是骗子，我也知道他是骗子，但是我看他的东西，我有时候我有收获。你不管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你不管是我把他当正指标还是反指标，但是我没有人真的说我把一个人当反向指标，因为有时候很多人，打个很简单比方。最近两三年有人亏得极其惨烈，但是呢，他并不代表他在未来也输得一塌糊涂，对不对？他依然是有他的优势的，并不，不管他是用的是基本面、技术面，一样是有之。你只要能学点东西就行了，学还学别人喷那个干嘛？其实这个圈子大家见面笑一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我见李大霄老师，我也会要求跟他合影。对不对？我也就很好玩啊，对不对？我也见到，当然我见高晓松，当然愿意跟合影，那是我因为衷心的很钦佩他，很敬佩他，对不对？那是男神，从内涵到外在都是那么的光辉形象，对不对？但是李大霄同志、李大霄老师，我也会很愿意跟他合影，对不对？但是就是一种层面的东西，不要去斤斤计较啊。好了，这些东西咱们不谈了啊。咱们还是再说一些事情，说的就是什么呢？说一些这个刚才发的这个，刚才我在微博发的这个，
融资融创的问题啊。首先，先说个结论啊，在春节前后，融资盘啊，春节前融资盘一般大概率会主动降杠杆一次。这主动降杠杆呢，原因我觉得应该大家简单逻辑啊，应该也就能理解。咱用简单逻辑就是放贷的人春节前他会收一些钱，或者说放贷的人春节前不打算继续放贷了，因为年关嘛，春节嘛，我们在比如说2016年和2018年春节，这节就变成劫难的劫，对不对？所以说春节和年关，咱们都以前都用过这种，大家都知道年关是吧？这个关能不能过去？所以说放贷的人呢，其实也在春节前也会有些收敛。会有些收敛，所以说融资融券盘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有些减少。大概率来说呢，春节前规律上来说，都会有一些主动降杠杆的行为。这个主动降杠杆一般从什么开始呢？我看一下过往的案例，基本来说，大概率来说是在春节前半个月，一般来说前半个月一定开始主动降杠杆了。有的时候更早一些，是从进入腊月就开始降杠杆。但那种情况下，一般有一些被动降杠杆的成分，比如说像2016年和2018年有一些暴跌啊，尤其2016年，那时候正因为春节都是在大概是每年的1月到2月的时候嘛，比如说2016年的元旦之后，不正好是熔断那种股灾3.0嘛，所以说杠杆盘被杀得比较凶，所以说春节前一般是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主动降杠杆和被动状降杠杆，也就是说。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会不会被动降杠杆，被动降杠杆是什么？是大盘下跌，大盘下跌，比如说10月1，2018年10月1之后的跳空不断下行，那属于被动降杠杆。这种被动降杠杆呢，是有其实就是打爆了嘛，咱们说就是有些杠杆盘被打爆，还有一些主动降杠杆，就是春节这种情况，一般会有春节前会有主动降杠杆，这个大家这个规律是一定有。那么第二个规律就是说，春节后这个杠杆会不会加上来呢？我看了一下过往的案例啊，大概情况是这样：首先来说，2014年之前和2016年之后是有一些明显区别的，原因很简单，就是2014年之前融资融券这业务啊是在突飞猛进上涨的，它一个上升趋势，对不对？所以说2015年会有一个杠杆牛嘛，2014年有一个，2013年和2014年有一个创业板的一个牛市，2015年整个全体牛市啊，因为。融资融券也在从2011年、12年开始逐渐的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所以说2012年、13年、14年那段时间，其实节后春节后基本都是以加杠杆为主的，然后之后呢，春节后也有些加杠杆，但是呢，并又有些其他的规律。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春节前有赚钱效应，那么节后呢，加杠杆的幅度会比较大。如果春节前没有赚钱效应，加杠杆的幅度是比较小，这也是一个规律，好吧？那咱们看一下，规律说完了啊，咱们就看一下我发的这个图。首先从2012年开始啊，哎，这发广告的好烦呀！哎呀，没有拉黑，这种发广告的我一般都会拉黑。因为它的获利一直发，然后2012年，大家注意看一下，2012年呢，这是2012年春节，是这样的。首先来说啊，哎，这个把下面能不能去掉？等会儿啊，好，2012年呢，我们看一下2012年春节大概是什么样的行情。我这个意思是给大家讲这个融资融券。在一个就是在春节前后加杠杆和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再一个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历年的春节的一些大概整体情况。首先说，2012年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在这个春节前有一波发红包行情，春节后呢又一波发红包行情，对吧？这一块过程中，大家看到在这块上涨过程中，虽然说在这上涨了，但是呢融资融券在这却是主动加杠杆的。主动降，但是幅度呢其实并不大，因为2012年这融资融券业务其实正在突飞猛进的，但是比起来呢，其实2012年还是有一定降的，有一定降杠杆的。然后我们再看2013年，
2013年其实大家注意看，降的已经非常非常幅度非常非常小，原因是什么呢？2013年有明显的赚钱效应，对吧？2013有明显的赚钱效应，大家知道这个底部是什么位置吗？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位置吗？这是1849点，1849建国底，然后啊不是，这是1949，我这写的是1949，然后说要1849在这儿，这是1949建国底啊，1849年嘛，正好1849建国底，然后这次赚钱效应是非常好的啊，这次反弹达到20%啊，接近20%，所以说在春节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春节前其实并没有降杠杆，原因其实也很多啊，一个是赚钱效应非常明显，大家知道融资融券，首先解读一下融资融券是谁呀、啊？融资融券就是大户，大家不要理解为它是机构啊，不要理解为它是主力。不要理解为它对这个股市影响有多大，有多大吗？它其实是市场一个增量资金，但这个增量资金有什么关系呢？它一般来说大概率来，如果是个震荡市的话，它会追涨杀跌，震荡市它会追涨杀跌。如果是一个加杠杆的过程呢，它是天天在加；如果是个减杠杆的过程，它会一直在减。如果是在加杠杆的一个过程中呢？即使回调，它也不会有明显的。你看，即使有回调，它也不会有明显的爆仓，因为这个杠杆幅度不是很大嘛。这个时候爆仓幅度其实很小。你看，2013年爆仓的幅度其实并不大。那除非是在这儿加进去的，然后在这儿跌了20%，这跌了20%呢啊！大家不要以为我们一直说1949点是底部，1949点这时候已经筹码已经低位密集了，但是依然还跌了20%，达到一个1849点。这次你看被动降杠杆其实也都不明显，主动降杠杆也不明显，原因是这时候真的已经有了赚钱效应。2013年的中小创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中小创走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咱们再看之后开始慢慢开始，2014年，大家看2014年其实，这个融券业务其实也是。2014年之前，包括2015年都是突飞猛进的，尤其2015年杠杆牛嘛，对吧？那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是，即使在这儿有反弹，之前大家注意看嘛，即使这块有下跌，都没有被动去杠杆，就大家的热情非常非常高涨，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那说明之后的增量资金可能也会比较多，但可能这种规律以后不会出现了，或者是短时间近几年应该不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体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因为在2015年之前，这个资本市场加杠杆的过程是一个加杠杆的趋势，所以说在下跌过程中依然有人在加杠杆买入，不断的融资融券，不断啊不断的不断的融资买入啊，这个不可能是融券啊，融资余额。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上涨了，对吧？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一种。主动去杠杆的过程之后呢，加杠杆就非常明显了，对吧？一路都是加上来的。大家注意看这条线啊，这条线呢就是陈老师所说的 MAC 3/40，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融资融券的平均成本。融资融券的平均成本，也就是即使在这个位置亏钱了，依然还可以继续加，因为那时候杠杆率不是那么高，没有那么高。比如说这块赚钱的。对吧？在这亏钱了，但是依然还是在继续往上加。这是2014年之前是有这么一个格局，而且那个主要是跟业务也有关系，也有这个趋势有关系，有很大关系的啊。然后2015年呢，开始是一个这个春节，我们看到，因为还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嘛，还是上涨趋势，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你看啊，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一些明显的一种。主动降杠杆这种行为了，春节前，然后呢，春节后又加回来，快速加回来，快速加回来。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股价在 MAC 40上方，就大家有这个赚钱效应的时候，这种主动去杠杆，甚至是被动去杠杆的幅度都比较小，因为大家属于赚钱效应中。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在思维方式上，或者说操作习惯上，就是一个反射。对吧？
当你赚钱的时候，你会不断的留在场上，甚至开始逐渐的加钱，逐渐加钱，都是这样的，对吧？很多人都是刚开始20万炒股，赚了10万块钱，然后开始拿50万开始炒股，然后又赚了10万块钱，最后觉得还不过瘾，最后加到100万，然后结果亏了30万块钱，经常是出现这种，在牛市的中后期，经常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当一个赚钱效应不断的被放大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于加资金啊，加杠杆。我们再看接下来2016年的情况，2016年就没有明显的加杠杆，原因其实也比较简单啊，跟之前2015年完全是两个逻辑，完全是相反的，一个是在去杠杆的趋势过程中，再一个是没有赚钱效应，这是被动去杠杆。因为股灾嘛，熔断之后呢，你看春节前、春节后都是在去杠杆的，就大家已经被爆仓的爆的幅度非常大，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个股依然还是在创新低的，指数可能这样，其实很多个股依然还在创新低，所以在这位置依然是一个被动去杠杆的过程。之后一反弹，我们发现都没有加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其实2016年这几次股灾其实对。你看这次反弹还有这个加仓的，但是这次第三次股灾3.0，这一次对融资盘的打击是巨大的，之后的反弹都没有人敢继续加杠杆了。当然，其实很多人啊，包括现在的很多大 V 都在这次死得非常惨。到现在，别说现在了，可能下轮牛市都恢复不了元气。原因其实很简单，大家都觉得这次没有什么问题了。都觉得这股灾2.0，国家队都救市了，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在2015年12月，那时候我记得去上海跟陈老师带着我，然后我们俩去一些机构啊，券商和公募基金做一些路演。但那时候路演并不是卖基金，主要是跟那个机构沟通和那个聊一些有没有合作。软件方面合作，主要是软件方面合作，聊到的基本大家都是比较看多的，都是比较看多的。在2015年的12月，那时候我还发微博呢，真的是上海太冷了，在北京还是一条狼，到上海冻成狗，真的那时候印象非常非常明显，基本机构都是看多的声音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们其实当时真的是被踏空的，对吧？当时也是被踏空的。咱们并不是说以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发现市场当达到一定共识，或者说市场当一个多头氛围非常强烈的时候，作为一个投资者，你应该是理性对待。当然，这种理性对待逐渐的就会慢慢淡化，随着你的仓位逐渐增加，随着指数进一步下行，然后你的多头思维会慢慢培养起来。但是现在还是依然是空头思维。大家注意看这 MAC40。可以理解为就是融资融券的平均成本，对吧？基本快回本了，马上就回本了，真的就是马上回本了，然后就打爆仓了，然后开始到这儿打爆仓了嘛，爆仓了已经爆掉了，基本成本又开始下行，成本下行又是这样，对不对？而2016年股灾3.0应该来说对市场绝大多数投资者，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不管加杠杆的还是不加杠杆，都是个巨大的打击。股灾1.0和2.0是对中产阶的一个打击，股灾1.0、2.0对中产阶级当时打击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记得当时有个统计，然后就账户在1000万以上的资金好像是少了多少来着？少了很多，在股灾1.0、2.0时候，3.0就是全骗杀了，群杀，基本全杀了。这是16年、17年，大家就比较近了啊。一七年大家比较近了，大家看一下，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 MAC40 这条线，基本来说，融资融券就是已经进入17年，进入一个稳杠杆的一个过程啊。有一段时间是稳杠杆的，因为16年之前去杠杆有点急躁，所以说这种再加上一些过偏激的这种去杠杆。偏激的人已经杠杆去的比较充分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发现其实杠杆是比较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家的成本就在这种，你看股价在融资融券的成本就在股价上下波动，赚了钱就卖掉，然后亏一点呢，
亏一点呢，也会来回波动吧，大概来回波动。因为这春节正好到春节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主动去杠杆的过程，但并不是很明显。然后这会儿啊，被动去杠杆的过程，但并不是很明显，因为那时候杠杆已经该去的去的很明显了。然后2017年，然后开始这个过程中有，虽然说这个还可以吧，但是有个主动去杠杆的过程。然后2017年的回来之后，然后又有一些加杠杆，原因你会发现这个杠杆幅度加的也还是幅度还可以。原因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说股价在这个融资融券的成本的上方或者附近的时候，大家有赚钱效应，再加杠杆的幅度或者说意愿这种反射的情绪就比较大，大家就愿意加杠杆回来。但是你想像2016年和后来的2018年，像2018年，你看加杠杆的幅度就比较小，加杠杆幅度就比较小，你会发现，你看，一是有主动去杠杆，一是有被动去杠杆，然后有主动去杠杆，你会发现在这块春节前几天的时候，依然杠杆的加速的去杠杆，对吧？主动被动在一起，然后春节后。虽然说在这位置跌的已经不再下跌了，但是基本来说，你看这个加杠杆的过程基本非常非常缓慢啊，然后呢，加杠杆的热情也比较非常缓慢。原因呢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如果是在成本均线之下的，那么加杠杆的情绪会非常非常淡漠。如果像这种情况，在无穷成本线在这个 MAC40 上方。那么加杠杆的情绪呢，就会比较强烈，比较强烈，对吧？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简单说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咱们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即使反弹，但是呢，我们发现它依然是一个在主动去杠的过程。像这种情况下。这种就是被动去杠杆，直接被动去杠杆就爆仓了嘛，一下被打爆仓了。咱们看一下，调一下均线啊，咱们只调一个40吧，40和44区别不大啊，40好记。我没点，点勾，是吧？这可以理解为这个融资融券的一个。平均的成本，平均成本，就是说它是一直也是被套的，被套的一个过程。被套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成本也是逐渐下移的。一是有主动被爆掉的，被动被爆的，还有主动减的，还有减了之后又加进来的，它成本也是逐渐下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是能站稳这条线，那么大家有赚钱效应的时候，那么之后加杠杆就会有这种加杠杆的冲动。但是现在完全是没有站稳嘛，我们之前看这种情况下站稳。都加杠杆的意愿还相对来说强一点。之后你看加杠杆幅度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从目前来看，春节后，加杠杆的幅度应该不会太大啊，因为我们说过，现在是一个减杠杆的一个周期，就说这种杠杆啊，包括企业、包括机构啊、包括一些贷款的人啊，包括因为有些是场内配资，有一些是场外配资。不管是场内和场外啊，它这个钱都是越来越少，它可用的钱越来越少，那么它其实能给人去加杠杆，能给人去融资的钱就特别特别少。所以说，现在是一个主动去杠杆过程，春节后大概率来说，主动加杠杆的幅度应该不会太大啊，因为现在是一个是在一个亏损周期之内，是一个负情绪、负面的情绪啊，并不是一个正面的情绪。再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看到的这种大户的热情其实并不高，尤其是原因是这2018年真的让市场中爆掉了很多，尤其是10月1日之后，然后还有这个3月、6月连续的3次大爆仓，其实并不比那个2016年、2015年那股灾1.0、2.0、3.0要差。幅度惨烈程度可能不比那时候要差，对吧？所以说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春节前后有这么一个行情的话，现在这种反弹，目前到这个位置来说，基本来说到它的一个成本了，它的成本，而且它是在讲的一个过程。
整体来说，整个的行情到这个位置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对不对？这个阻力在这个位置买股票，其实能不能赚到？即使有指数，即使你能赚到指数，但是很难赚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中小盘、创业板，你看了吗？创业板其实就这两根，其实咱们这两根其实也抓到了，对吧？这天走的，上午微型反转，上午走是吧？基本该抓的已经抓到了。如果指数来说，基本上中小创的指数都没赚到，别说钱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反弹其实特别难做，不要去听那些人说踏空啊，怎么说？咱们可以自己开玩笑踏空狗啊，什么这无所谓，因为踏空熊市踏空并不可耻，熊市踏空并不可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熊市就像刚才咱们开始讲的规律，熊市大概率的反弹都是靠一两天就能完成，甚至只那么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逐渐的下滑，逐渐的滑落的过程。牛市呢，反而跟它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过程啊。好了，简单总结一下啊，简单总结，咱们就是再把股票说一下。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市场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咱们不管是场外的氛围和观望的氛围和技术和基本面等等啊，这些情况综合到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位置再追进去，其实就是非常不理智啊，这个位置追进去非常不理智。那么不管熊市和牛市这个规律是什么样的，你可以通过客观来说呢，整个趋势现在依然是一个熊市的规律中，对吧？现在就是一个反弹过程中，而且是反弹接近尾部的一个过程，对吧？尾部这个过程，大家知道，有人为什么会忍不住每次反弹都会冲进去留下站岗呢？原因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每次熊市反弹的时候，它不会马上就结束，而是经过2周、3周，甚至1个多月的时间，在顶部区域来回震、来回震。你今天不进场可以，明天不进场可以，1周不进场，2周，有些人就忍不住，哎，看这股票还可以，进去看看吧，赚点钱再出来。但是，一进去就没出来，对不对？这就是熊市的时候，它会给你不断的也丢一些诱饵进去，你进去不进去，进去不进去，进去不进去，到最后说一咬牙一跺脚进去了，然后那筛子就下来，直接给你扣住了，对不对？就你就成猎物了，你本来就打猎的，结果你成猎物了。牛市不是，牛市呢就是给你，牛市有一块大饼放在那儿，牛市有块大饼给你这块，然后呢，你其实想吃这块大饼，对不对？哎呀，我有点饿了，这个中午没，一会儿还得要吃饭去，中午就吃点汤圆，然后，哎，我怎么打比方打吃的呀？肚子都叫了，牛市就是一块大饼，对不对？然后呢，你本来就是说这个牛市翻倍或者翻2倍，你本来想这个大饼吃掉，对吧？但是市场如果是个人的话，他会给你撕一块，够了吧？拿走得了，就这一块，拿走吧，你拿走吧，拿走吧，就给一块，那就拿走，给一块拿走。你不走是吧？不走，我在这块，在这个大饼里，然后放一块小石子儿，哎，你咬硌着了吧？那就拿一块就完事了，拿一块就完事了。所以说你在牛市是永远不会把这些大饼吃满，因为它总会给你这个大饼里放点沙子。我们一直讲这个因梗废食是吧？然后呢，你因为吃到一点沙子，你会就不想吃这个大饼了。所以牛市就是一个这个过程，它会有一些大阴线。然后阻碍你把这个全部捂住，把这个大饼全部吃掉。熊市相反，熊市的时候是勾引你，用一点一点小诱饵进来，然后到最后啪嚓给你套上，你成一块大饼了，你成别人的大饼了，对不对？好了，大概就这个过程啊。饿了，你看我这准备一个巧克力，真的是又来饿了。好了。最后说说股票的内容啊，上周呢咱们讲了这个低位筹码密集的过程，低位筹码密集呢咱们讲过很多，选股上咱们也讲了，但是上周总结来说啊，就低位筹码密集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是有几个过程，比如说一号主力已经低位筹码密集，结果被套了，然后二号主力在它已经跌了20%的时候又进场了，然后三号主力呢。等这个一号主力被腰斩了，或者跌了30%被清盘了，他再进场，
这个时候三号主力可能是大概率的成功者。所以说我们说一般来有人说双底，对吧？双底是最好的，双底一般来说比较好。其实三重底是最好的。如果要是三重底，是一定是非常稳妥的。就是说，为什么波浪是一二一三五？其实是不是也是三重啊？三重其实特别，就是基本来说是把市场中的一个能量全部释放充分了。三重底要比双底要牢固得多，对不对？所以说低位创业密集，第一波进场的人，那么比如说就咱们一般来说讲那个历史案例，比如说，谁先抄的秦朝的底呢？对吧？项羽是吧？第一波抄底的，然后谁第二波抄的底呢？第二波是刘邦抄的底，所以说大概率是成功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基本来说，那么。三国是谁抄的第一波底呢？对不对？那可能说刘备曹操孙权抄的第一波底，谁抄的第二波底呢？司马懿抄的第二波底，哎，他大概率成功了，对吧？可能会有短时间被套，这不也是这道理吗？所以说低位筹码密集也是这样，不要说刚刚看到低位筹码密集你就进场，它其实是有个滚风不见向下滚的一个过程，对吧？好了啊。有人说陈胜吴广，陈胜吴广那都不算抄底，陈胜吴广我觉得都是一个小小散户，对吧？好了啊，那咱们还是说这个股票的问题啊。那么上次咱们讲的一个案例就是，航天通信，对吧？这是在这里我讲一下，有人总是问这个成本均线三个有什么不同。首先说呢，三个成本均线，第一个成本线，咱们通过这个航天通信，咱们看一下啊。第一个成本均线呢，我们反映的是什么？这只个股啊，空头排列，然后粘合，多头排列的时间比较少，对吧？第一个成本均线，它对于这个换手率和流动性，比较迟钝啊，比较迟钝。对于尤其是对一些大盘股，比如说贵州茅台啊，对于一些大盘股，我们看到 MACE，这是 MACE 啊，就是咱们最早那个 MACE 成本均线。我们发现这个像无穷成本线就基本已经废了，对不对？因为对于这种大市值的低换手的这种大盘股来说，MACE。一的这个无穷成本线基本就是属于废掉了，因为它基本很难达到这个无穷成本均线，除非像这种特别大的会达到，对不对？像这次就达到了，就是说这种能达到 MACE 无穷的，对于这种大市值和低换手个股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说有时候它会失效。那么我们加入对它进行了修正，修正了一个 MAC 二，那么你会发现这个 MAC 就。无穷成本均线，一是在哪儿呢？一是在这儿，对不对？无穷成本均线在这儿，二就已经到这儿了。所以发现就是说，近期它的成本已经到这个位置就已经支撑了，明白意思吧？它俩的区别呢？计算方法我就不告诉你了，但是大概率的情况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如果用 MACE 的无穷成本均线呢，应该是这样走的，对吧？MAC 二呢，大概是这么走的。那就说这个位置的确出现了支撑。对不对？的确有出现去支撑，但是 MACE 的无穷线呢是在这儿，就很难达到，因为它是算的时间非常非常久远，因为又因为它的换手率比较低，然后市值又比较大，所以 MACE 对于这样的个股来说，它的无穷成本线作用基本上就已经非常不明显了。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种类型的个股，把 MAC 二呢。进行了升级MAC 一升级成 MAC 二，那你会发现这种无穷成本均线对于这个位置就有一定支撑，对不对？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说这两个呢，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现在大概率来说都看 MAC 二，因为这个不光是看这种个股，而且看那些比如说航天通信这种个股呢，有时也会好用，有时候也会很好用，对吧？MAC 一。其实它俩区别就对于这种个股区别就不是很大了，看到吗？MACE 和 MACL 对于这种正常的股票，就是有流动性、市值也不是很大，其实区别并不很大。
对吧？所以说我都用 MACR 看，只有那些只有一些大市值低换手的，我会考虑 MC3 来看。那么对于这种股票，MAC3 有什么作用呢？大家看一下，MAC3 呢，其实对于这种股票反而作用又不大了，明白吗？MAC3 对于绝大多数股票来说，无穷成本线反而又没什么意义了。你看，无穷成本线离得特别远，所以我正常来说，我看股票，我一般我的个人习惯啊，我的个人习惯我会看 MAC2，因为 MAC1。对大市值低换手的股票，无穷成本线失效。MAC3 呢，对于中小盘高换手或正常换手的这个无穷成本线大概率就会失效，就基本来说用不到，距离比较远，对不对？所以说我正常来说用 MAC2 的时间是比较多的。那么 MAC3 究竟是什么呢？它其实也是用了一共算法，用近期流动市值代替这个个股的流动盘，所以说呢，它是有一种不同的一个表现形式。所以说你会发现 MAC40 对于这种，比如说 MC40，咱们用一个40，MAC40 对于股票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对不对？有定义，就说明它也是这只个股的一个成本。那就是说，如果你用三的话，如果你想用成本均线三的话，那你要找的一个适当的一个周期，比如说40，对不对？如果你用 MAC2 的话，那你可以用一个像我一般用21和无穷这两个比较多一些。21和无穷这两个比较多，21呢可以反映一个小波段的，无穷呢是反映一个重要的压力的。对吧？这个看个人的喜好吧。我一般是现在用一的时间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二，偶尔会用一些三，大概是这种情况。因为你会发现，MAC2 如果要是达到这个六十或者21的话，其实跟 你看啊，M2 的21和 M3 的40其实就已经很接近了，对吧？就很接近了。因为这算法不能跟大家说，但是大概的意思明白就行了啊。那么咱们还回到这只个股来说，首先说这个个股，咱们之前讲过，这是一号主力，对不对？一号主力，就像刚才有人说的，可能陈晨、吴广抄底，然后项羽抄底，然后刘邦抄底啊，对吧？但是陈晨、吴广真的这个抄底的力量很小啊，对不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这是一号主力进场。低位筹码密集，然后这二号，对吧？这有点像中位密集了，已经。三号密集。那么有人上次问我什么是走的呢？为什么走这个股呢？为什么没有拿住呢？对吧？上次没来得及说，我回去特意查了一下我的交易时间，特意查了一下，我怕说错了，因为你想，我一次会买六七只个股。选点的时间呢是一个区域，具体时间点呢全是根据这只个股。我是第一次买这个航天通信，我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买是12月10号，第一次买是12月10号，第一次卖出呢是在12月13号，是在这时卖出的，这次做的还可以，对吧？这次买，在这卖，然后第二次买入是在这一天买入，第二次买入是在这一天买入的。12月17号这天又买入，因为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个股的，所以卖出之后又做了第二轮，就等了它这个回踩大阴线。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判断这是大阴线的，这个分时这个咱们就不细聊了啊。但是我知道可能这个股票不太好，反正就卖出了，反正就做小波段就卖出了。之后回踩的时候继续看好，因为我这对这股票还是不错，印象还是非常好，在这个位置买入，结果被套了，对吧？补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啊，补仓时间是在这两天是哪天时间？补仓我忘了，卖出时间呢是在这天，12月26卖出的。原因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离得比较近。原因其实呢，因为大盘在这个位置下跌的过程中呢，它一直是逆势对抗的，逆对抗的。但是呢，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开始买入，在这时补仓也赚钱了。走到这个位置上，因为
通过过往的规律来说，这意味着很多股票逆势对抗呢，一般会有补跌，会有补跌的。强势股到这个波段结束的时候，一般也未必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一波下跌是上证五零下跌的，上证五零下跌呢，很多个股没有下跌，但是我很担心有些中小盘的个股会补跌，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把它卖出了，这个是一个原因。再有原因就是马上过元旦了。马上过元旦，我的资金新资金去进场了，然后呢，我的仓位要做一些调节。那这些赚钱的股票呢，我就先出来，先出来之后，等元旦回来之后呢，再找机会，就像之前一样进场，然后再可能会扩大一些仓位，因为毕竟原来钱少，后来钱多之后可能会买入更多一些，对吧？适当调节一下这种节奏和仓位的控制，然后就在这个位卖出，一是担心补跌，再要调仓位。这个原因就把这个卖出了，之后是就是没有做了，之后没有做，这根阳线的时候都已经没有做了，这根阳线就没有做了，之后就涨停就没有再追了，因为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追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当天也并没有那么特别理想，放量高位，其实还是有些基本面或者是还有一些消息的刺激在里面，但是这只股票我确实知道里面真是有主力在。只是说正好赶上一个催化剂，对吧？这个还真不是吹牛，咱们真的很多客户真的是抓到了，只是说有人提前下车了，提前下车这看你自己的操作习惯啊。但是这种股票错过呢，有没有可惜呢？肯定是有可惜的，不可才怪了，对吧？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种股票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说，你看我这个还拿住这种股票呢，我依然没有当金牛。我依然没有得到金牛奖吧，对不对？这案例跟他讲过，对吧？我还在这儿拿了95%呢，依然没有拿到金牛奖嘛。原因就是说，你的股票在这种熊市氛围之下呢，就是分仓操作，分仓操作就会让你航天通。分仓操作呢，就会让你一只股票不会赚，即使盈利幅度赚很多，但是不会对整个基金赚很多，这是正常的。我们不可能拿一只股票去豪赌，你谁也不知道我那个七八只个股中哪只股票会走成它的样子，我不可能拿一只股票豪赌。如果是反过来呢？如果要跌了4个跌停板呢？那么你这个基金基本就废了，你这人也就废了，这是风险跟收益是成正比的。所以不可能是豪赌，一定是分仓，对吧？但是我们的之前这个打猎的模式是没有错误的，没有错误的，对吧？那么再补充一些，就是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就是哪些股票是容易亏钱的呢？打个很简单的比方，第一点呢，就是股价就是股价在高位相对高位的。就是说，在熊市中后期，这种股票呢都可能会出现闪崩。有人说，这种股票能不能拿住呢？基本面确实不错，上汽集团、广汽集团。有人说能不能拿着呢？这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拿住呢？这是你的问题。但是我肯定不会在这位置选择配置这种股票。如果要是配置这种股票，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对不对？这种股票呢，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现在有很多股票啊，咱们不去说了啊，依然还是维持在这个位置上，维持在这种位置。熊市中后期，这种股票基本面确实都很好，没有基本面支撑，它不可能能扛得住。但是这种股票它不是一时的啊，它只是一时的，不是一世，永远是要有雪崩那一天啊，幅度可能或大或小。比如说像茅台啊，或者说格力呀、永辉啊，类似这种基本面特别比较扎实的。可能会有些回调20%-30%，这种幅度可能像大的，有些呢可能完全就逻辑就正尾了，逻辑正尾之后可能就比如说，对吧？万电器跌幅真的是很大，对不对？歌尔股份，它这逻辑之前上涨逻辑出现变化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幅度会很大。所以这种股票呢，在熊市中后期，现在依然还有这样的股票，熊市中后期依然还有这样的股票。我建议大家不要追这种股票，不要觉得这种股票非常非常好
啊，不要觉得确实很好，这就第二点要说的，容易亏钱股票。第二点就是，当一些基本面的逻辑说的非常非常通顺，啊，而且已经炒作很长时间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追这个热闹了，不要凑热闹。这种达到共识的股票很容易就出现雪崩。你想吗？反过想，大家都认为这个逻辑很对，大家都会在这个股票上赚钱吗？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就比如说现在5G，对不对？5G 其实这个逻辑大家都是达到共识的，但是你发现真正好的基本面比较好的股票其实并没有涨多少，反而一些特别垃圾的，像东方通信，这有什么基本面支撑啊？这有什么基本面支撑？没有基本面支撑，这股票没有正经八本的机构去做，公募有吗？没有正经八本的机构去做，对不对？有一个看是谁的吗？证金公司在里面。他们已经被套了多长时间？他们会操作操盘吗？不会的。证券公司、汇金公司在多久了？你看，都已经是在股灾的时候进场了，都已经在里面很久很久了，对不对？那证券公司、国家队在里面操盘，那不可能啊！咱们不可能用这种，因为证券公司有两三百只啊，四五百只股票呢，不可能每只股票都操盘，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不能用阴谋论考虑，说这是国家队是控盘的，这样股票其实国家队与国家队占股份的其实有很多股票，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主，并不是主要。就说这种，咱们就说这种概念，基本面并不扎实，依然还是有些游资在炒作，依然是有些游资在炒作，对不对？那比如说，当一些逻辑，很通顺，当一些热点被持续炒作的时候，就不要去追了。比如说雄安概念，对吧？雄安概念，当时你的鸡犬升天呀、啊，唐山的、承德的、陆陆都能上涨，对不对？大家都一顿疯炒，对不对？当时我不说过举个案例嘛，后来大家都估计能猜到是谁，于越老师，对不对？于越老师唐山的嘛，他有这只股票，他问这是什么时候卖出？我说这只股票有，就涨停板打开的时候一定第一时间卖出，涨停板打开一定第一时间就卖出，然后那天早晨。今天早上直接低开，我说卖出了没有？卖出了没有？忙着呢，对吧？但是还是有卖出的机会，还是有卖出。第二天还是有卖出的机会，对不对？就是这种，就是可遇不可求，赶上了，赶上了就赶上了。什么是卖出？那你不能再追啊！有些人在这位置，大家想吗？有人买，有人卖出，就一定有人买进，对不对？在这种位置放量，换手10%几。那么你就一定是有买进的，这种就不要去做了，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说，我所说的前两条，一个是技术上达到共识，就是高位控盘，高位高控盘一直在高位，对不对？还有基本面达到个共识，大家都觉得这个概念比较好，对不对？还有一些就是前期爆雷的，这个咱们就不举了啊，这个确实特别多，康德新啊，康美药业呀。就前期已经爆雷了，大家就不要去赌了呀。咱们这时候还在又在说这个事儿呢，竟然真的有人在这时候就追进去了，啊，我也真的很费解啊，为什么在这位置会豪赌它呢？真的有人为了这个一根阳线、一根涨停赌进去了。我可以跟你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就在这个位置，康美药业，这是他亏损亏的比较。他以为跌的比较多了，然后就在这个位置，还这个位置我不知道，我也没细问，反正他就买入了，结果跌了这么多，结果跌了这么多，从这个位置又赌，前期爆雷的这种股票，尤其是一些涉及到根本的，比如说像业绩啊、政策呀，比如说像一些那个，比如说有补贴政策退出啊等等这种政策，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或者说尤其是比如说这种本质造假啊、业绩啊，或者这个行业。就是已经出现了重大转折的，那么这种就不要去赌了。这种股票去赌了很容易亏钱的，比如说原来的重庆啤酒啊，重庆啤酒，原来造疫苗，对不对？对吧？这种完全就已经逻辑说不通了。如果你在这时候如果你真的敢抄，大家可能会一直觉得，哎呀，我在这位置如果要是买进去赚多少多少钱，我在位置买进去，哎呀，没少赚。大家总会去想我赚了多少钱，而不会想我亏了多少钱，对不对？这种逻辑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型的超跌反弹，就是一个换岗，
有人进来，有人出来，有人进来，有人出来。其实这个位置当时我分析的，当时是Q 费进超了一下，赚了一些钱。那后来不又打成原形了吗？这个对一个本质是有巨大打击。这种暴雷啊，就不要去豪赌了。大家不要老记得说，哎，我在这位如果买进，在这能赚20%，我就跑出来了。但你怎么知道能赚20%，能给你跑出来机会呢？不要以为你是股市中幸运的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是，都是不幸运的一个。就你玩短线博弈这种击鼓传花这种事情，对吧？就比如东方通信，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倒下，对不对？谁知道？谁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进去，可能真的还能赚个1%，赚个10%。但谁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呢？对不对？但是比如说像有些暴雷啊，反而问题不是很大。有些暴雷呢，其实有时候还反而是一些股票的机会，就比如说什么董事长被抓了呀，怎么类似这种，比如说双汇股份原来也出现过，不是叫双汇集团了吧？哎，双汇叫什么来着？发展，对，就暴雷的股票啊，是分好几种的。暴雷股票是分好几种的，有的暴雷啊，有的暴雷它能弹回来，有的暴雷不能弹回来，知道吧？有人暴雷呢，能绝大多数收回来。中兴通讯这种其实对它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对吧？它不可能再收回原来的位置，不可能收回原来的位置。但是，是有这些短线机会，所以前期暴雷这种股票你要看区分情况，短线有的是能博弈的。但是呢，你要看自己的运气，看自己的点位，有些呢是赚不回来的，是吧？就是说，有些呢对本质上有区别的，那其实还是对这个是个比较大的打击。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些，就是还有一点，就基本面上的，就是陈老师讲过，对基本面分析呢，就不要爱上这只股票。就有的人啊，就爱上了这只股票，啊，就是。研究这只股票，越研究越动心，越研究越好，越动心越喜欢，越喜欢越买入，越买入买入越多，然后呢，越买入多，然后越喜欢，哎，越爱上它。就是说，这种股票其实也挺危险的，比如说像，就不举例了，我一说可能会怕有人误解，就不说哪些股票了，比如说有些龙头，比如说有些价格比较好的，比如说贵州茅台，然后这贵州茅台举例也无所谓。对吧？当你真的是爱上这只股票的时候，反而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啊，还有一点就是最后就是技术方面的容易亏钱的股票啊，大家规避一些 K 线形态上的看不懂的就不要做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明显就是有问题的这种，就是明显的在做市值管理吧，对不对？明显在做市值管理。咱们不知道这个股票在该做什么，但如果你看不明白，有人看不明白，你就不要做。你不要以为说，哎，大单主力线一直在上涨的，大单主力线在上涨，一直买入这个股票。咱们反复的说，反复的说，这种股票不能做啊，不能做，有问题。因为这个 K 线形态是有问题的，正常来说不可能这么崩，所以这种股票很容易亏钱，但是也可能会赚钱，真的也有可能会赚钱。这股票也有可能，对吧？我不知道这种股票走成这种形态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也可能会给你赚钱，但是如果走成这种形态，可能会真的很不舒服，会很不舒服，对吧？这种形态是有一定问题，是有一定问题啊。咱们不知道是什么，还有一些股票是莫名其妙的跌停啊，那个我就不举例子。有些股票莫名其妙跌停，什么叫莫名其妙跌？大盘跌的不是很凶，它莫名其妙跌停。这种一般不是洗盘，记住啊，洗盘，不是说莫名其妙跌停，而且洗盘不会跌停，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些事情，就是说有的股票呢，并不是真的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挣钱，有些股票还是要控制一些风险。整体来说，很多吧，这个，整体来说，其实容易亏钱的股票，其实。也像上次讲的一样，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比较散乱，这种知识点比较散，只能说以后呢，
只言片语的时候继续讲。但整体来说，基本分为两大部分，一个基本面，一个是技术面。基本面来说呢，就是逻辑达成共识，然后呢，爱上这只股票，或者说这只股票所有的逻辑大家都会广泛传送，然后这个炒作时间过长，或者说有主力有大量的获利空间。打个比方啊，如果要是这个逻辑已经说得很通，然后这个基本面、技术面都很好，比如说涨到20%以上，一些不控盘的主力就有可能出货；如果涨到50%，其实就特别容易出货了。如果一只股票它已经翻倍了，特别几乎是毫无障碍的出货，知道吧？所以说，当一只股票已经获利100%翻倍的时候，你再进场，就别人已经很获利了。那么如果要是获利很充分，这时候你再卖出，这时候你再买入的话，就很容易就成接盘侠啊。但是经常会大家会有人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买入这只股票了，然后赚了一点，马上就跑了，后来它闪崩了或者怎么着，跟我自己没有关系。这种就属于刀口舔血也可以，但是呢，对于技术面如果不扎实的，尽量少碰这种特别容易踩雷这种股票。所以说，基本面、技术面有很多种啊。然后大家简单来说，看不懂或者大家都有羊群效应、有共识的这种股票，其实远离其实就没有太大问题。好了，今天咱们差不多说到这儿吧。还有什么问题？简单说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吧，我要吃个巧克力了，有点饿了，就不当着大家面吃了，那我成吃播了。传媒板块啊，传媒板块其实是这样。哎，传媒板块大家知道有个事儿吗？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儿啊。传媒板块，我跟你说一个股票，很好玩啊。传媒板块，我以这个为例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很好玩。大家看一下，打开我们天狼50软件 F10，有一个财务看板、财务评分，有个速览，这有基本公司啊。然后看这只股票啊，哎，看这股东，好玩吗？很神奇是吧？对，这个他就是这个公司的一个股东，第四名的股东啊。大家自己去看吧。就说这种有影响吗？其实你看了吗？这种其实并不算是黑天鹅啊。大家想吗？但一定需要，就像我刚才那样想，如果这种黑天鹅事件或踩雷爆雷，你想对这种股票有没有影响呢？它的名誉受损，那对于这只股票上市公司有没有影响呢？你要考虑这些。那么有可能会大家想到了后期引发的一些事情，就是说，首先来说，它仅仅是股东，不参与这个股票的经营，不参与这上市公司经营，那就有没有他人品有问题，并不代表他经营公司有问题，对不对？一是这点，再一个呢，我如果要是想问题，还想一点，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这只股票如果要是大家发现，如果要是他发现他真的那么多钱，那么会不会有人找他补交税呢？那他会不会把这个股票卖掉呢？把这个股东转让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所以说，有时候好坏不敢确认的。只要不是涉及这个上市公司根本的东西，都不可以作为说真的是真的黑天鹅，对不对？还有，他的初一的电影《情圣二》是他赞助，他的发行的，对不对？那你说对他有影响吗？也可能有影响，也可能没什么影响。对他业绩有什么影响？就完全有些都是心理预期。对不对？所以不要这跟点消息就羊群效应。传媒股票呢，其实我在这里我说一下，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吧，哎，我那个评论的找不到了，我看不到评论了啊，我看不到评论了，那就看不到吧。就整体传媒板块，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说这么坏啊，并不是说只这只股票，整个传媒板块其实在2015、16、17年跌的都非常惨的。那这个股票在大家以后讲啊，
就是说，我很少在这里讲基本面，大家其实去想，什么样的行业在经济下滑过程中有相对优势？记住，什么行业有相对优势，这个行业你可以相对关注一点。打个比方，农业、军工，哎，这个大家你看今年玩的都还可以吧？这是有相对优势，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周期的那些受比较影响的、比较明显的。它可能要寻找的一个拐点，但是如果有些是不存在拐点，它就有些相对优势的。打个比方，其实像一些价值蓝筹，期间还有一个相对优势，比如说去年上证五零为什么能横那么长时间，它有相对优势啊。你中小创暴雷，那么多股权质押，但是一些大盘股不存在股权质押，或者说它的资金现金流很充足，它就有相对优势。有些行业是有相对优势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传媒，它在经济下滑过程中，有些传媒的行业的细分的子行业依然还有一个优势，什么优势呢？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苦中作乐嘛，经济都不好，但是依然还是有些还是可以的。就大家一定要去挖掘，如果真去找行业，借经济下滑的时候找两个方向去找，一个是相对优势，一个是拐点。拐点不需要有这个业绩，如果这个行业中有拐点了。不用看业绩啊，业绩那是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之后是，只要有拐点，就股市这个股票就有机会，好吧？我现在看不到大家评论了，我一不小心把。